你对这四个符号感兴趣吗？上帝爱你，无论你是怎样，他都无条件的爱你。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他的爱，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。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。他从死里复活，只有通过他才能知道真正的爱。如果你相信并祷告，耶稣会使你活在上帝丰盛的爱当中。你想经历这份爱吗？耶稣在等着你。符号，隐藏的故事 The Four